上班了。你都没有打，都没有，我来跟你老爸看看就对了。看场地，看场地啊！那球啊，真的没进，直接呢，甚至不，对啊，他转了来重放，我也没注意看。那如果我硬要接的话，我会失误，因为球我也没注意，按理可能也没有人注意，因为那球我都很确定。